我有些犹豫，这些照片他们究竟是开始于观察，还是开始于我的恍惚？我仔细回想，好像是先观察到了什么，然后举起相机挡住脸，用左眼盯着取景器，再然后我恐怕就滑入了恍惚的阶段。不，拍照对我来说就是纯粹的恍惚，我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想去拍什么，一切都悬而未决。拍照，按快门，像一系列没有把握的决定，试探着翻找着，直到一张照片发出了自言自语的声音。张哥，你看这个光，能拍着吗？看那边的蓝色，好几段，你看。从那边走吗？哈尔滨，或者是北方。最让人触动的不是建筑、街道或历史，而是天空。北方的天空在四季中有着不同的质地，在清晨或黄昏时分弥漫微妙的色彩变幻。我们也着迷城市里小小的树丛荒野，通常它们没有正式的名字，我们用小树林、大树林来称呼它们。我们相机追随着变幻的种种光线，追索的风景、植被、云雾、闪光，还有我们自己，也就是我眼中的他和他眼中的我。最早拿起相机的时候，我只是想拍拍身边的朋友和自己，别动，只是纯粹作为记录青春的手段。但后来意识到，制造画面是一种强力的表达，它可以非常情绪化，整个世界能按照我的意愿被描述、遮蔽、扭曲、呈现。再来看一个超现实的半身像。清晨天还没亮就出发，温度经常低于-25°。在冬天，冰封的松花江边是一片冰工厂，成千上万的冰块在这里被凿开，最后成为不远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一部分。这里非常安静，很少有人在最冷的时候来这里，更别说是在日出之前。开着车，听着音乐，行驶在空旷的路上，走在白色的树林里，自言自语，观察雪地上小动物留下的踪迹，感受光线在黑暗中持续不断的膨胀。换个更简单的说法，此刻没有其他人类来打扰我，就是最有趣的事。拍摄普普通通的事物对我们俩总是很有吸引力。仔细想想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对万事万物逐渐忽略、熟视无睹的过程。我们注定只关注那些自认为对我们重要的东西，而拍照让我重新认识到那些被忽视的普普通通的事物，在偶然的某一刻，他们也能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状态。突然的，惊心动魄的美。
在某些照片里，我会辨认出一种微妙的密林感。墓碑前不知什么时候献上但已经枯萎的花，被辛勤凿开又被抛弃在松花江边的冰砖，隐藏在雾气里的初升的太阳。照片像是悬浮在时空中的尾流，迟迟不肯消散。或许摄影就是片刻的漩涡，吞没一些东西然后就消失了。照片是死的，是摄影的化石，但摄影也会转世，会闪灵，会闹鬼，会附身。我愿意相信摄影是由一系列的谜团构成，比如我的情感，我的成长，我的记忆，我用过的相机，我踏足过的地方。我回忆我自己，拿着相机走啊走，四处张望，内心一片茫然。敏锐的观察对我来说没有用，我觉得就算我看到了什么，想立刻拍摄下来，那个东西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光、影子、色彩，我最多只能看见这些。我们追逐光线，追逐神秘的东西。有好几次在谈论什么的时候，朋友会对我说，你想多了。是，我是想多了，我总是想的很多，很碎散。我以前喜欢记录身边的朋友，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都进入到了稳定的家庭生活中，那种亲密，那种情感和时间上的相互占有变得不再可能，生活严肃了起来，充满了责任感。李杰自始至终都在拍快照，这种坚持带给他巨大的回报。我可以看到他拍得越来越好，已和他的摄影生命合二为一。小动物的小脚印，他观察细微事物的可爱之处，这种敏感性远超过我。我们的不同之处是，他确实能看见美丽的东西，而我往往是猜测和犹豫，我不确定。在一起生活后，我们拍摄共同的日常和旅行，照片很自然地彼此交叠在一块。有时候我觉得保持一些蒙昧是好的，摄影可以无视历史和现实，不必尊重他们，不必解释。我不信任那些声称能看透摄影的人，我觉得那样很乏味。不要害怕无法被人理解，哪怕像一道光线那样抽象的画面都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完全值得小题大做，完全值得赞叹。不探求照片的意义，我认为感觉才是最重要的，那种只存在于刹那间的迷醉感受，不被语言和逻辑所吞噬。我知道我所有照片的命运，最终被遗忘，化为乌有，但是曾经存在过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英国的那个巨石阵，是吗？